差不多有三个月，对，赶来摆来后港的时候，我去隔壁店，问到一个阿伯，阿伯看到我，我看到伊，我就跟他阿伯啊，啊是叫你双热爱的耳光，热爱怎么说？到底退我那阿弟啊，你走落来，你吃麦咖啡，我那 OK 啦，我请你啦吼，到那十万多，你问我，阿弟啊，你搞英国的？ 我当这个老人家做呢，安尼奇怪个，我问伊怎么双耳王，伊问我当你搞英文，我当哎呀阿伯啊，搞袂搞英啦？我当啊，你就是袂晓啦，那在这里无，我搞英哦，五十年，哦，老高就到老顶，哦，我当这是恁在讲啥？ 伊在咱双耳王甲双脑瓜是差不多，差不多大样个。第一届，伊就爱暑假了吗？就爱关心了，对不？啊，第二届，你关心了暑假了，无做物件，未晓做，未晓资产嘛是袂对个。啊，就爱要做事。啊，咱第三届是。 哎呀，你出代志的时候，伊会走袂。啊，你挂落去做，伊会甲你斗拜拜。啊，咱人民行动党，就是后港居民应该选个老婆。我们呢，暑假了，关心了，咱为了做代志，咱到后港安尼做呢，咱到新加坡安尼做呢，做出安尼做物件。 人拢总会着解，相当有解，相当有。你着代志个时候，人民行动党是拍死袂走解啦。各位。